这支岩歌是瑞恩米德的，本身是记录歌，记录很好。它最主要它是配白花，和那个刚才的那个短头部灰白与紫罗兰的女儿，哦，出下来的。去年2019综合冠军，2018春季综合五，哦，还有那个，剩下110只，我有3只，3只都是和这只有关系，2只是白花的，哦，所以他现在他目前他的速度是相当好，他出过我们单东区单冠冠军已经出过5次了，他的下代不啊，他的本身啊本身5只，还有下代又另外算，所以这是相当好的，就是欧斗谁亚的啊很好的总攻，这只是攻的。